血洗旺角、港警扯，集会本来就高风险。10月3号，香港旺角爆发流血冲突，黑衣人、蓝丝带不明人士叫嚣打人，就像古惑仔上街。昨天警务处官员受访，却硬扯集会是高风险活动。媒体追问是不是警方早有黑帮突袭的线报，他竟回说：“正常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”新闻，阿瑟，这正常吗？报道。